升星考试，笔试环节正式开始。小土老师，监考就拜托你了，我还要去处理校长的事务，先走一步。这交给我吧。监考老师倒是没什么，真正麻烦的是风纪委员究竟是谁呢？接下来只要让小龙传过去。小龙跑哪儿去了？还好昨天把小臭都放进去了。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技术。去吧，把其他同学的答案偷回来。这香气是扁花的，奇怪，用来给监考老师催眠的花怎么不见了？精彩！可恶，我们再明风纪委员再暗，再精巧的作弊手段也会被他们识破的。大人，事到如今，只能靠自己的实力通过这场考试了。我一定可以做到。做不到啊！没办法了，既然不能偷偷摸摸的作弊，那我就光明正大的作弊给你们看。鬼狐，不是吧？竟然敢硬来！子墨，趁现在！我才离开了几天，你们就想造反了吗？靠这些小聪明通过了考试，日后你们面对真正的磨难和挑战的时候，只会自食其果。哼，这张笔试试卷是谁出的题啊？是我。宣布，这场考试所有同学出题人监考老师全都不合格。